三分钟煮好，三分钟食完。杯面虽然称唔上系啲咩顶级美食，但系就好适合我呢啲咁简单嘅人。呢个世界太过复杂啦。如果好多事好似杯面咁简单，好唔好食啊？你话几好咧？我点知啊？唔知点解，我哋好似识咗好耐咁。乜你咁快就厌啦？其实我一直有个希望。咩希望啊？喺呢个城市里面，可以揾到天堂，亦都可以揾到地狱。我一直揾紧一份真挚嘅爱，我想同呢一份爱一起逃离呢个城市，两个人喺同一间便利店食紧同一杯杯面，嗰啲简单啲嘅生活。你知唔知啊？你越嚟越长气啊！